好，可以来手背后面，右边，左边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第一句怎么唱？Yeah.
谁唱得很认真的呢？哇，大家玉祥也很棒，好，冠宇也很棒，来，刚刚还有那个博生，大家都很棒啊。对，哦，来，那我再来，来，小朋友坐下来。好，其实这个先没有。来，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哟，哦，好。知道的小朋友，你要跟我讲，好，讲对的呢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来，小朋友，牧师娘要问你们哦，你们觉得啊，你们自己做什么事情，你会觉得哦，这个事情我做起来好简单哦。博豪，你说。我有一个玩具，是乐高，然后它所以这个觉得这个好简单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好。来，拍手。来，我先问，哎，校长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觉得很简单？睡觉。哦，睡觉很简单。好，可是校长他没有这个，可是跟我们小朋友的。然后呢，我想要问那个。姜文老师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觉得很简单呢？吃饭。哦，吃饭很简单。好，那我再来问冠儒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呢？想一个。唱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很好。凯杰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觉得好简单哦？玩玩具最简单，很好。来，关于你觉得做什么事情你觉得很简单呢？啊，洗澡最简单。好，所以呢，陈浩，你觉得你做什么事情很简单？刚刚那个，刚刚那老师把卫生纸丢到后面。去变给妈妈看，咻，不见了，很简单。来，我再来问子晴，你觉得这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蚂蚁？什么？蚂蚁。蚂蚁。蚂蚁子很简单。帮忙蚂蚁子，哎，给他拍拍手好不好？小强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很简单？觉得帮妈妈收玩具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不好意思讲。来，妮可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很简单？搬椅子。搬椅子很简单，很好。来，来，我来问周牧师，周牧师，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呢？我觉得走路很简单。简单呢，好哇！我觉得呢，耶稣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所以我觉得很简单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哇！我不想要唱这首，非常的简单嘛，你看简单到都没有字幕，你有没有字幕？哇！这一首来跟着牧师来念一句哦，我念一句，就跟着我念一句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。好，请你。好，好简单，做三句呢。好，再说，耶稣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来，耶稣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次来，耶稣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要摇一下，这样才可爱哦。然后呢，那个哦的时候，来，我们画圈圈，我们画圈圈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哇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游戏哦。